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满清的和这明朝的十三陵，在涞水一州，北京这个涞水一州河北县，北京西三，西部，十三陵水库，你看，看看那个乾隆皇帝跟西太后他们那个陵寝，那个风水，要以社会上风水看很好，为什么他挫骨扬灰啊？现在展览呢？谁都可以到那个，到十三陵水库啊，不是风水的问题，是你品德问题，你德没有了，什么风水也没有了，你过去的福德有，他就有。为什么这算命批八字五种邪命的不给和尚老道算呢？这和尚他一天在变啊，他早期念经念的很心很相应，得了变了，他是圣人了。啊，那下午想钱呢，想男女关系，想啊又变了，完了业障又发现了。这就是道教也讲啊，易经叫易经变异，变异。但是他这个学这些个人的，他拿他活命跟人要钱，说叫五种邪命。说和尚不能做，说坚定信菩萨请地藏菩萨，定藏菩萨就给他说了，怎么知道善恶因果报应？趋善避恶，要占察轮法，占察轮相的相法。但是呢，有个前提，要用这个，先得礼佛、礼法、礼僧。完了还得礼我地藏菩萨，礼完了还得念一先生地藏圣号，已经在变了。等他礼完佛法生三宝，再念地藏菩萨圣号，他指着卦象就变了。指着卦象不好，要倒霉，说要生病或者干什么，说病了要死，活不了了，那还想活着？地藏菩萨告诉你了，念我名号一万声或者拜忏。完了再知，这是我们佛教的相面。但这个经啊，和尚都不讲的。明朝脑一大师提倡一回，做了一个译书。明朝脑一大师，后来我们弘一老法师提倡，因为那些人都不会做轮相，弘一法师会做轮相，他学艺术的嘛，他做轮，从他才发起。也没谁信，我到美国去，我再开始讲，我信的人很多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很灵，灵完了你得修道，不修道不灵，修道得发菩提心，想转变吗？可以，业果可以转变，那得依着地藏王菩萨教授。还有这个占察善的经，我就代表普照寺讲过，我们一般的道友来整理整理，现在那就是整理那个本子，现在我们印的那个占察善的戒报经啊，就是我们普照寺同学的整理的。在美国你要讲那部，那我一个弟子啊记的记录下来的，把它做成，那这部经讲了很多遍。这就是讲到这个对议论摧伏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得清净命不叫威业，什么叫邪命，什么叫正命，邪把它变成正。如果你要是收人钱拿它当成一个社会的算命学者，那叫邪命了，这叫五种合命邪命。邪命是戒律所不允的，
所以这坚定信菩萨请佛说，佛不说，佛治过戒了，我请地藏王菩萨说，地藏王菩萨善巧方便。还有一部戒大地十轮，大地十轮我再讲一遍，因为这个经讲起来时间也很长，讲起来大家听起来很害怕，为啥呢？就是现实的生活情况当中，咱们这讲课录像啊录音呢、啊，大地十轮经就跟末法时代的娑婆世界的录音录像，你看看那个经，左一个十轮右一个十轮，不是十轮经就是十个轮呢。后边贪怎么样贪，贪财贪色贪物质贪什么，买一贪就十轮，买一轮以下又是十轮，重重无尽的十轮，就把我们众生的现在末法的众生那个丑陋相啊，五浊恶世的相全部显现了。那可不像地藏经，地藏经说的很那么大概，说一说地狱专查善的那个大地十轮经那就不同了，那地狱的相就太多了，不是在地狱才叫地狱，就是在人间地狱，看看人间地狱是什么相，现在咱们这就可以看到了，看每天要死好多人，死于那个爆炸的，或者自己先把自己爆炸，叫肉身炸弹，现在特别新鲜了，叫肉身炸弹，把炸弹绑在身上，先炸死自己，完了再炸死别人，这是过去没有的，过去都想自己活命，把别人炸死，现在不，我要炸死你们，先把我自己炸死，我再炸死你们，不然炸不到，多讷呀，这是就是讷那个心，讷心所呀发展的。这种议论还很多的，我说有时候为什么一吵架声音很大呢？表示威力很大的，声音越大表现他的嗓门越高，好像他就胜利了，那吵架声音都很大呢。没有吵架的坐这儿喃喃喃喃悄悄的说很少了，那是讲道理了，那不叫吵架，目的向人家怕，让人家别人怕你，这叫高声献威，也是种活命一种，也是议论一种。因此这个议论当中很多，议论当中很多啊，因为咱也不是讲沾渣江，也不是讲啥，是讲这个见论一人，就是辩论，对，辩论。沾渣经啊就是辩论的意思了。但是我们那是依法的，依法的。那轮相为什么十九个，六根六尘六识，三六一十八，加上你根本无名。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来算你这个的。这是地藏菩萨特别教导的。这个我不晓得跟人辩论很多。好多和尚我们的道友问我，这是佛说的吗？不承认是佛说的。我说不是佛说的，佛在场证明。那谁说的？地藏王菩萨说的。还有好多邪知邪见的，你跟他辩论。他说是这个说女人不能念地藏经，黑姐不能念地藏经，什么时候不能念地藏经，这叫议论。这我跟他辩论过，说地藏菩萨不是菩萨，我说他也不是比丘，我说地藏菩萨现的是比丘像，大家看看那个住菩萨像，只有地藏菩萨在剃着光脑壳，手拿着西藏，没有璎珞，没有珠宝，现的是比丘像。
这些都叫辩论当中的叫议论。嗯，那个很多对各个菩萨提的辩论的很多。嗯，你在西藏看着，或者在印度看着原始的观世音像，哪有个女人像呢？没有，这是我们中国汉人把观世音菩萨画成女人像。看看原始的观世音菩萨像，那是化身呢，那不是他本来的本身呢。嗯，因此呢，这些个你必须得明了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明了，人家问起你，你怎么辩论呢？嗯，而现在呢，要弘扬《藏传三藏业报经》，比如说佛子的戒不许啊，我们地藏菩萨出来《藏传三藏经》，啊，又算命，又打卦，嗯，那就是打卦呀，卦象啊，也得跟他辩论，得给他说服人家。目的是为了一些众生方便，这是菩萨的方便善巧。嗯嗯，这就是十度当中的方便度，善巧方便。要显示阳引入一切众生入佛门的话，嗯，他有很多邪知邪见，很多看法。嗯，就是必须在论义当中把它吹服。这只是一句话呀，如果是你没有文殊菩萨的智慧，没有你学，你怎么去辩论能胜利呢？辩论是吹服，吹服让他产生信仰。用众生邪知邪见呢，他不信，不信要把他折服，让他信。这就靠着辩论，还有众生的活命。咱们持戒念佛，学经学法，这是正面，正面。那人家供养啊，我们还没有出去化，过去叫化缘，化缘，化缘。那我经常提倡的。对我们道友，对我的道友，对我的学生，我经常这样说：有缘呢，你不化他会送来；没缘呢，你化他也不给你。你跟他无缘吗？你怎么化呀？化缘是化不到的了，就给众生种善根。大菩萨行菩萨道，给众生我们现三宝相，让他种善根的似的，结个缘。不是让他给你东西，也不是给你画，给你钱。你像我们家，我们有几个画主啊，过去每个庙里头都请几个画主师傅，专门拿个圆布到外头画圆。现在这种圆布吃得开吗？台湾还有，在我们大陆拿圆布画圆，恐怕不可能吧。那么现在烧煤炭吃的大米吃的菜是有人家送来的，他要来解缘。缘就建立这上的。还有说你们信不信，你就做这个的观想念。修行你修道，护法会叫他给你送来的，相信吗？我们孤山的故事非常的多，就是福州孤山龙泉寺，那时候我在孤山当小和尚嘛，小和尚是16岁到21岁，但是那个时候就跟这老和尚打的，老和尚就跟你讲故事，讲了，听到孤山的故事。嗯，明朝的时候，一位老和尚，他做方丈时候，别人说他没福报，什么经常断断，
没腐败吗？大众吃饭都没有啊。嗯。那说多了，老猴就现个神通吗？怎么现的呢？不是老猴去了，护法去了。当家是跟和尚报告，老和尚，明天早晨没有下锅的米了。老和尚说：“我仓库扫一扫嘛。”说：“扫也扫不出来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没关系啊，啊、你们烧两锅开水就好了。”盐巴还没有，盐巴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盐巴没有了，米没有了。嗯、老孩就说白水过塘，明天早上那就一人喝碗白开水就好了。说白开水，因为孤山柴户多呀，不要化缘，到山上砍去就是了。今天晚上，辅助知府。护法神就来找他来了，说明天孤山的师傅没有吃的了，今天夜里你想办法，我不然我要吃报复你。那个师傅当夜就找那一切的这个官吏了，就到各家去，凡是做烧饼的做馒头的，先蒸馒头烙饼，赶紧夜间送到孤山，跟你打板时候要开水过塘了，那三门也送来了，啊、馒头啊、饼啊、烧都来了，有这本事吗？这是孤山的故事，孤山故事很多，这是一件，这是一件，嗯，是吧？圣命的人得清净命，不要顾着衣服饮食，对，你有福吧？有缘法，这自然就来。什么呢？有人给你送来，嗯，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。求缘呐，化缘呐，我真讲化缘呐，是化不来的了。嗯，这叫借净命，跟那个污浊的命。我们活，有些人活的呀，是活那个污浊命，不是清净命。他做起微相，微相我们就说什么呢？你叫装模作样，没得威仪，装个威仪。看见没有？不是和尚，他要穿黄袍子，打红主衣，做起很威仪的，假的。假的，但是我上海好，上海，我当小和尚时候上海，嗯，那时候，这做佛事的，他在赶经忏的，后来让这些人呢把我们做经忏做佛事啊，就给败坏了。人一听说，哎呀，赶经忏的和尚，大家想想，赶经忏是念经拜忏呢。为什么不好的呢？就像我们现在香港似的，这个地方佛事做完了，上午做完了，中午又赶到那个地方去了。那么，那要是你要是假如身体好，你想挣钱，一天可以赶三场。嗯，但身体要这样长期下去行吗？我有些学生在香港赶经忏，赶的身体都坏了，住佛院。也是费了很多脑筋，到香港去想挣钱呢，想买所楼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赶经忏吧，嗯，一天他就赶三场，我那简直是不要命了，也要不到几年了，赶到几年就可以买个小楼，再贷个款，完了自己要开佛堂了，那就好多了，自己开佛堂应酬佛事了，嗯，那我到上海，刚到上海。在街上看着那个，嗯，应酬佛事，带感惊颤，这没什么错啊。下文就不好了，价钱面议，是吧？你要做堂佛事啊，或者感觉会做惊颤，或者拜药师忏，或者拜大悲忏，嗯，好多钱呢，咱当面讲，来这讲钱，这是不是和尚？上班的和尚，
什么叫上班的和尚呢？租一个门面，这就是佛寺的办公室嘛，完了时候袍子一，到晚上下班了，往那儿一挂，门一关走了，第二天早起来上班来了，这叫假和尚。他纸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他也还收入不少啊，这个叫非正命。见着非正命的人，你要发愿呢。其实念经拜忏是好事儿，入佛道还不好事吗？拜念经拜忏吗？一讲价钱就不是好事儿了，这叫出卖佛法。那美国有人问我，这样问我说，这些感情差的或者这做佛事的下地狱不？我说也能升天，也能成佛。他说我没听说过。我说那你就听听吧，我给你讲讲吧。不管他是以什么方式怎么造业，他是以三宝的法造的业，业还完了呢，他念经，不管念药师经拜大悲忏，有功德没有？当然是造业是不对了，贩卖佛法是不对了，但是他有功德一面呢。我说那个比开铺子卖酱油卖米面卖油茶的，比那开餐馆的，比那还是好的多呀。他有的善根的一面。那个问我那个句子，他说我第一次听了老法师你这样说。我说那你就多听听吧，我的怪论还很多的呢。不论他怎么样的能沾着佛法边，这是我的观念啊。像黄眼睛，他以谤毁的方式，谤毁他也得说呀，大方广佛经，谤毁大方广佛经，谤毁是罪过。他能念的大方广佛经，还是把他渡了，不过时间很长啊，那就长了。他有善根成熟的一面，大家如果念念文殊菩萨十大愿，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只要你沾到佛法一点点边，管得你怎么沾，怎么造罪，造罪那方面下地狱，那地狱成地狱完了，还有善根的一面呢。我是这样看的，对任何众生，不要轻视他，不要轻慢。还有一个，我对我们的还俗的小和尚或者比丘啊比丘尼啊都有了还俗的，我跟他还接近，我告诉他，你虽然还俗了，你不要忘了三宝，你该念经还要念，该念佛还要念，这个是你业障发现。但你念这个善根呢，它永远种下的，还可以消灾免难。我说不然呢，你还了俗，不管你是比丘比丘尼，你的生活永远是波折的，不会好的。如果你再念念经，生活会好的。那不好的时候，你想到那佛菩萨护法不让你这样做，你看何以回来。如果你一念经一念佛的，那护法还护持你。这个霸道的时候是业障发现，但你对三宝留恋啊，照样的奉持，消这个业障，业障会转化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没智慧，智慧没智慧可以生长的呀。大家看着在五台山牛心菩萨，说牛心菩萨，他过去是法师，
人请他说法得讲价钱，要好多钱，钱少了他不给你讲的了。白讲啊，白讲他更不干了。因此他就堕了500次，他那心呢是牛心，又傻又笨。因为那他大概是大环寺住吧，大家看看那段故事啊，我记不完全清楚了，我知道牛心菩萨文殊菩萨给他换心的，他就朝着舞台，天天朝舞台，他就非常惭愧，大家都呵斥他，说笨得要死，他就朝舞台朝文殊菩萨，碰见一个老人，这舞台他跟着这个老人，这舞台都转完了，后来他赶着老人呢不同了，他给他求他求他救他，那老人就跟他说，我给你换换心吧，就拿那个如意啊，让和尚拿不有个如意，拿那如意把他心勾出来，说你这个心呢、是牛心，我还给你原来的心给你吧，牛心菩萨，他这个故事就这样。他一忏悔一悔过，他又回来了，就是过去他做法事，他堕了500次牛心菩萨，500次都是牛心，然后呢，就令法，令法，那个有法不说，说了讲价钱，要供养。我们这个和尚的故事很多了，大家看看那高僧列传呐、还有那个野传呐、多看看。懂得了，就是正命的跟非命的两种不同。那正命的呢，见正命人，见正命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，不缴威业。所以这个是说这是正命的。说你命很不好。命不好就是前生善根呢稀薄，说念佛，说念佛呀，说我专念地藏王菩萨，因为地藏王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啊，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特别有缘，他发的愿，是吧？你念地藏经也好，念观音菩萨的普门品也好，你有千百万亿愿，千百万亿事，求地藏菩萨求观音菩萨都灵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菩萨是庄观母的闲事，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，你的什么闲事他都管，只要你求他，别的菩萨没发这个愿，求时候不见得灵。所以念菩萨的时候就是正命，不念菩萨就是邪命。正命的呢，就是见正命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，不交威仪。两个不交威仪，这个前头也说不交威仪，这也说不交威仪。不要矫揉造作，换句话说，不交威仪，不要装模作样，装模作样。要真正得到清净命，不为邪命去生活。但是一定要以戒律为本，以法身为慧命，以无为为道业，成就无为。不为邪命生活，不算命，不批八字，就是化缘的师父给人家说的佛法，他的目的是会为化缘，就叫邪命。给人家讲解或者劝人念佛了，或者人家问呐，请问佛，你给人说你心里无所贪求，这叫正命。你正命邪命嘛，咱们就是比较而言了，就是用心。